每天都在做，平均的话，我每次出去送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二百个，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冷冻很长时间才能成型，而且特别容易裂，成功率很低。这是一个龙形的造型的一个小冰雕，因为龙年了嘛，我做了两款龙形的一个小冰雕。这个小冰雕不是雕的，是在模具里边冻出来的，因为它很小，没办法去雕刻，无差别。无论你是本地的也好，还是南方的也好，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嘛，